OK，Good morning。Good 好，今天是第十五，对吧？啊，十五两个，时间飞逝，时光飞逝，我们总共24堂啊，所以剩下后半段的这几堂，非常欢迎各位继续来上课。好，今天一开始，我们先来把字根看一下啊，一直念这样 decline。你看 decline 跟倾斜有关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爬哪一个字？climb，对了，那个 m 跟 n 是 RLMN 的代换，这个答案提供了吗？有啊，你的同时有数十个群组跟我索取东西，所以我知道哪个东西。所以那个东西还没过去，这里有哈，OK，好，所以感谢那个雅虎每次都会提醒我，老师你给地方答案了吗？人性嘛，就是提醒我一下，忙就是有时候真的不是不给各位都忘了啊，太多 email 啊群主要回，所以如果你有寄 email 给老师哈，如果3天内没有回，就是那封信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要不然就是垃圾信，要不然就是网络常常也会发生一些错误嘛，啊，就把那信就不见了，就是再发一次，我发个讯息，double check，啊，LINE 群组里面发一下。你像这个包围我非常简单，就是 LINE 发一下，微信发一下，email 发一下，啊，网站再留言，哇，全面包围，我到哪里都看到你，一定会立刻回复你哈。好，所以这里是 decline。OK，所以这个跟攀爬有关，因为倾斜，我们待会再讲细节的部分。接下来一四二，一起念一下 Cosmo。那 Cosmo 跟世界宇宙有关啊，然后来宇宙的广大，来一起念一下 Cosmic。OK，好。那一四三 Crazy，一起念一下 Democracy。好，Democracy 跟这个民主有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面这个是 Crazy，是统治的字根。那其实统治长得跟发疯哪个字？crazy 很像嘛。那统治跟发疯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请各位那个签到用跟 LINE 名称一样嘛，啊，就马上来看一下。感谢雅虎，核心法则的图片最后出现了，好。哎，那个 Jenny，来，请问统治跟发疯有什么关系？这时候就要靠联想了，有联想，有单词，没联想，没单词，形音义联想，统治跟发疯有什么关系？这种答案没有对错，所以随意掰。OK，好，所以他是那个统治别人的人发疯了，叫寡人，是不是？好，像那个武则天也是啊。你觉得武则天是一个普通人吗？绝对不是的。如果你有稍微研究一下武则天的历史，一个这个在古代啊，不是现代啊。现在女生当总理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台湾也是女总统，英国刚刚一个首相上台也是女总理，德国梅克尔也是女的，南韩的也是女的，现在想想很普遍。但你要想在唐朝那个时代，一个女人竟然可以当家，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所以如果你研究过武则天的话，第一个你知道，她本来是送去宁古湾的。他本来是送去宁波的，因为有人这个算出来说，唐朝将败在女人的手中。以古代的说法，不是男人掌权，当然就叫败在女人的手中。没想到女人也管得不错，就是当时皇帝没有想到，于是他们就把一批那个后宫的这个嫔妃们全部送到宁波。那武则天怎么回来的？你知道吗？听说那个皇帝去，因为皇帝每年一定会几次去佛寺拜拜。那去佛寺拜拜，那个其他的嫔妃都在旁边静候啊，皇帝这个差遣啊，或者这个看有没有打招呼啊，怎么样？武则天不一
说是主动啊，会去帮皇帝擦椅子，然后皇帝要跨过那个门槛的时候，就会直接啊，几乎快趴上去了哈、啊，就是怕皇上怎样，去卡不卡，这样的意思哈、啊，就是说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皇上，然后皇帝，如果你是皇上，有一个人这么保护你啊，要坐椅子先帮你擦干净啊，请问那椅子有没有人擦过？保证有人擦过嘛？那为什么要再擦椅子？要做给皇上看嘛？那个门槛，皇上那么笨，会去考究吗？不会嘛？但是要做给皇上看，就去保护皇上这样哈，无所不用其极的去秀出他的这个非常细心的一面。最后皇上受不了了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好棒，带回去宫里面。”啊，结果呢就这样。后来武则天很简单讲就这样，武则天就慢慢一步一步就上来了。啊，但是呢后来有一个比较让人家比较看不过去的武则天的作为是，她把她的孩子给怎样，给杀了。对，你说她是不是正常人？保证不是，她已经是疯了啊！所以刚才最近的联想啊，让我想到了，来这里是 democracy。听说她后来有一个那个叫做男朋友，啊，当今皇上的男朋友啊，当时叫 partner 啊，就是。公开的秘密，然后这个男朋友呢，就到宫里面，啊，他想说，我 partner 是武则天开玩笑，啊，我一定要怎样从正门走进去，但其实唐朝有规定的哈，你要走皇宫的正门进去，你必须是极品官以上，才能够走正门，这样规定的。那这个呢，武则天的 partner 偏偏要挑战权威，他觉得我 partner 是武则天开玩笑，我一定要走正门。就被那个守门的人呢赏了一巴掌，赏了一巴掌之后来跟武则天告状，说什么？他们打我，撒娇啊！宝宝被打，宝宝有苦在心里，宝宝要说啊，然后他们打我啊！武则天一听，哎呦，竟然怎样，敢打我的 partner 啊！如果以皇上的个性啊，如果是男的皇上的话，开玩笑。你的 partner 被打了怎样？就斩了嘛，对不对哈？但武则天没有，武则天说他们为什么打你？你说说看。然后他就说那守门的说我正门要极品官才能走啊，我又没有官位，我不能走。然后武则天一听有道理，他说那你下次走后门就好了嘛。OK 哈，这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。但在某一些制度上，他是没有去破坏他的哈，所以他算是其实管理的还不错。然后这里是 democracy， 啊，所以刚才 Jenny 是从那个皇上本身疯了啊，统治者本身疯掉的这个概念去思考。那我像我的联想是，如果管理的人没有做好，那被管的人怎样就要疯了，啊，就是人民要疯了。那为什么我用人民要疯了呢？因为这个字的意思，这里是 democracy， 不就叫做民主吗？因为本来被统治啊，统治到人民疯了，人民疯了之后就把皇帝推翻了，那不就民主了吗 ？OK 吗？好，所以我有一个我自己的逻辑去推这个字的意思。所以当我哦 ，demo 是人 ，crazy 是发疯，所以人民被管疯了，于是想要自己管自己。好，所以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，讲究这个嘛哈。好，所以民，人民。来，意思是，你请一下课。OK， 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看一下。如果 CUB， 好，来听一下喽，去听一下 Cup。OK，Cup 到右手 ，Cup 年轻人，好。那有人说老师那个不念 Cube。确实有一个字念 cube， 来听一下 cube。cube 叫做什么？立方。立方体 cube。北京有个水立方啊，那个立方就叫 cube， 很简单。啊，那这个 cup 呢，就是什么？初出茅庐的啊。再来第一个字，再念一次 cup。OK， 跟躺卧有关。那其实这个字你可以去联想哈。以前的原始人，请问躺在什么洞里面呢？山洞里面呢，所以是 cave 一个小空间。
那一个小空间是不是 CAD 三栋还是 cave？ 对，其实就是三栋的字根。have have cave have 啊，那个 b 跟 b 可以代换 ，b b m f b， 啊，单氧物才一个传音字。好，下面好了啊，一四五来进行一下 code 啊 ，code 叫种植栽培。那种植栽培，我们讲过那个农业哪个字？对吧 ？agri 加上 culture， 好，对，不错，赶快再拍一下。agri culture， 这边冷气有开吗？有，嗯。23度。风扇应该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念一次这个字，叫 agriculture。那 agri 是 acre， 啊，英国土地度量单位英亩。那 culture 是 cultivate， 跟种植栽培有关。那我们小时候听过那个揠苗助长，对吧？他把苗给拉高了，说儿子，咱们要发了，明天要收成了，就昨天苗全死光了，就拉太高了，好。第146来请一下 cycle， 那脚踏车 bicycle， OK， 顺便讲一个东西，这个是插个话题，与课程无关。有没有人用过这个 Windows 系统里面这个叫做剪取工具，知道吧？有啊，等等等，我那天礼拜三去松山那边上课。然后我就问同学了，因为这个是苹果嘛，啊，所以有好几位同学用苹果。那苹果怎么去？因为在桌机上面可以 print screen， 不是吧？有 print screen 啊，就贴就很方便嘛。苹果没有 print screen 的按键。有，在哪里？有。我说它上面没有印 print screen 嘛。哦，可是就是按快捷键就可以。对对对对，它有它的快捷键嘛。对。但有个问题是，我装的系统是 Windows， 不是苹果。我这个是苹果皮，各位懂？这是苹果皮，那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 Windows， 要看出来吗？这个是 Windows， 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学生说，我跟我学生买的，他开电脑公司，啊，他跟我卖苹果的东西，还有周边，然后我说呢，我要苹果，但是我不要苹果的系统，因为我觉得要去适应它，我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，就算了，我不要苹果，我用 Windows 系统，还是比较习惯，要装一些东西比较方便。啊，所以我就说你帮我搞定，我要 Windows 这样啊，我买的是苹果皮，啊，这是虚荣心啊。那但是系统不对，那快选键不一定有用嘛，对不对？就会有这个问题。最后呢，就一个学生说了，所以真的是那个要教学相长。有学生说，老师，我知道 Windows 里面有内建一个工具，就这个，啊，其实就在这个附属工具里面，你自己去找 Windows 10。那按下去之后非常简单。你就选你要截取的这个范围，啊，然后呢，看没看到？新增，啊，选你要截取的这个范围，然后呢 ，OK， 好，就。这页出来了，是吧？就这张 ，OK 吗？就自动解决了。那我之前在那个 Win 7的时候啊，我用另外的软体，但后来发现装到 Win 10的时候，那个软体不能用，它解析度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，它没办法解整个。啊，当然后来还是有找到那个快速键，因为还是有用苹果的同学学生，他说老师我立刻上网帮你 Google， 哎，真的有人碰到这个问题。然后立刻上网找，就找到快速键。啊，但最快的方式现在就是用这个剪取工具。啊，
我就把它抓到桌面来，直接就可以咔嚓。好，所以再念一次 bicycle。OK， 啊，我们等他量一下，啊，他需要一点时间。来，147，一起念一下 democracy。哎，不是刚才那个字吗？刚才是从哪个角度 cross？ 现在是从哪个角度 demo？ OK，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。刚才那个 crossy 是这个统治，所以后来会有一些统治哈，譬如说，我看到蛮熟悉的广告嘛，还是脸，对。前几天我就想，哎，这谁啊？好像是我。就他们在打这个暑假进攻战。好嘞，好，有一个字，来看一下，有一个字 ，bureaucracy。来，请你讲 bureaucracy。如果你没有学过字根，你只好去死背喽。但现在你学过字根啦、啊，你知道 cracy 跟什么有关？统治有关。那原来这个 bureau 是个法文，来这里一下 bureau， 啊，法文的 bureau 就是英文的 office， 办公室的意思，所以在念是 bureaucracy， 所以这个叫办公室的官僚体制 ，OK， 啊，某一些这个部分啊，少部分的、啊、哈，官方单位比较容易会有这种现象，啊，比如说申请一个东西，盖28个章，哦、啊，那很夸张。就是以前的所谓这个层层 hierarchy， 层层的这种体制，那后来发现这种太多层的体制呢，是一种人力的浪费、时间的浪费、很多的浪费，所以就把它压扁、扁平式的管理。来问一下，就你们那个你们集团董事长下来是什么？是吗？职位？执行长啊，董事长、执行长再来，再下来，啊、还有总经理，还有副总，啊、再来，协理，还有，啊，营运单位跟幕僚单位，好，那营运单位还分，好，还有营运的总经理跟副总经理，那刚才那个是总公司的总经理跟副总经理，好，因为他们集团很大啊，所以就需要这么多人，因为上市公司嘛，啊，那个幕僚呢？副总、总监 ，OK， 哇，那真的是蛮大的一个体制哦，各位哈。那这样营运起来，因为你公司应该人不少，但营运起来觉得怎么样？就官僚啊，他说我不干我的事，还是一直 bureaucracy 啊。因为现在很多其实都压扁，现在都压什么叫压扁？很多国外的，我像微博里面研究过，很多国外的公司体制，就公司很大哦，但他们压到3层到2层。像刚才这样听起来已经有超过50%了嘛，董事长啊，这个 CEO 执行长，然后总经理、副总经理已经40%了，40%再下来又到营运部门跟这个幕僚部门，然后又3层之后，加起来就已经有7-8层了，其实太多层了啊。那现在叫做那个扁平式管理，就是3到4层，最好3层，就是上面 top CEO， 下面就是员工，中间主管结束，这样。再看你要 bottom top 还是 top bottom 啊，这沟通会比较快一点。再念一次 bureaucracy。OK 啊，我这个是有那个怎么讲体制嘛啊，改变本来就需要时间啊，就像电动车好不好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电动车无法普及？为什么？这是一个说法。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各位有没有思考过？假如为什么电动车无法普及？我那天听到一个说法，蛮有趣的，是真是假我不知道，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思维嘛，思维定行为，行为定作为嘛，就是你可以打开你的思维去听看看，想看看，就像假如借我这本书，哎，不一样的角度嘛。好，你知道吗？石油业者会联合起来对抗政府啊！如果政府你现在大力全力去推电动车，那我石油卖给谁？你叫我开那么多油干嘛？啊！你3年前还叫我鼓励我开采，然后现在就叫我说这个你全部要用电动车啊！这很想骂脏话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所以，也就是说，既有的体制里面
有一些啊，这个本来的啊，讲的比较白了，我应该不想讲出来，就是原本啊，在这个体制里面有利益的人，他不想变，一定是这样子的啊。但是随着时代慢慢变，迟早啊，但是就是不能动，不能去动它，就是只能等它慢慢随着市场。比如说市场有一天大家都开始不买加石油的车了，大家都买这个充电的车了，哎，那市场就决定了这个吧，你再要卖也没办法，就退掉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在念广告设计科的时候，在复兴商工广告设计科，有一种店很夯，叫做打字印刷店。打字啊，各位都太年轻了，然后应该有，赶快拉一点下水哈。然后应该有打字印刷店有吧，而且有一个出版商啊，我是在永和复兴三公那边，那附近超多这种打字印刷店，因为以前还没电脑那么普及，就是你要做很多的那个 logo 啊 slogan 啊，都要去请人家打字，然后他帮你做成贴字歌字那一类的东西啊，或者要反转贴在什么上面的啊，做那个广告看板海报等等，就这些店这么多，电脑一出来怎样，全部挂掉，因为电脑我自己打就好了，然后我自己输出就直接全彩的海报了，我根本就不用在那边转字贴字弄这些东西了，根本就不用啊，整个时代完全改变。再念一次 bureaucracy 啊，不然那个时候我还在用打字机，兄弟牌打字机，回国有用打字机吗？没有，表示你比我年轻。打字机，哎，但因为广告设计科是在商科里面，商科里面要学打字，还要学会计学，还要学一些商科的东西，没有去学打字啊。但后来电脑出来打字就全部被取代掉了，因为我直接打字直接可以用。OK， 好，所以回来，你看，再念一次 democracy。好，148，啊，148，左上来听一下叫 dexterity， 叫灵巧跟熟练。来149，一起加 Doctor。Doctor 很简单，是跟 EOC 圈出来，我画个线。EOC。那 DOC 是什么呢？我们来找给各位看一下哦。EOC 在这儿，来先拍一下吧。BIC、BX、BIG、DOC， 全部跟文件啦、啊、教学啦、啊、指导啦、啊、有关系。如果你还没下载那个格林法则的桌面哈，跟雅虎又把它传到群组里去了，各位可以赶快去下载。对各位背这个格林法则会很有帮助的。好，所以下面预测来进行一下 prediction， 下面文件进行一下 document。OK， 那 DOC。这个叫预测啊，那刚才有延伸啦、啊，跟指手指头的指有关。哎，预测跟手指有什么关系？回国。好，算很好。你刚好讲到一个我要补充的单词 ，digital， 来请一下 digital。digital 叫数位。Digital 啊，像那个数位相机 ，digital camera，OK，、okay, 那数位来语，数位是很传统还是很科技的字？感觉很现代科技。其实如果你看一下它的字根，它的字根叫 dig，OK，、okay, 掉了。dig 啊，不过 Windows 系统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容易中毒啊，像我们用几个月啊，那个因为其实你只要上网很容易就被绑架，网页绑架就会跳出莫名的广告。哎 digital 哎，这里是 digital， OK， 那它的字根在这儿叫 dig， OK，你有看出来上面是谁的广告吗？对对，刚好就是我看的。这个世界，达文西说，这个世界
任何一件事情 A 跟任何一件事情 B 之间一定有关联，只是你知道跟不知道。在那个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吧，里面好像有一段就是有到这个概念，如果你记错的话。好，所以 DIG 手指头，所以我刚刚说的其实 DIG 是很传统的概念，为什么呢？请你把中间三只手指头合起来面对自己，是不是出现一个九宫格？好吧，九宫格在命理里面呢，这个叫做九宫飞星，飞星，星星的星啊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 Google 一下，九宫飞星。那九宫飞星是什么呢？你看，它每一年有不同的流年跑的位置哈，所以你看那个命理师傅有没有？这是2013年的哈。命理师傅呢说：“哎，你是这个出生年月日时四柱告诉我。”然后跟他讲了之后呢，天干地支嘛，然后他就开始哦，轰，就在这个九宫上面跳跳跳跳跳跳跳。好，今年呢，啊，你财位在东南方，务必往东南方发展，主力来冲。啊，每一年流年不一样，那每一年跳的那个九宫飞星的位置也不一样，啊，这有专业的书，你看这里，看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啊，它的顺序是这样，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啊，跳的九宫飞星，其实现在这种知识都满网络都是。只是你知不知道九宫飞星，知道或不知道这样子。好，其实是那个很多是明朝留下来的哈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，现在其实电脑程式一堆，电脑程式一堆。那我这个人的好处就是，我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想要把我收集得到的东西呢，全部找来研究研究，啊，就是电脑程式的东西。所以我认为吧，我认为你不见得要找老师算。但是你可以自己排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自己那个流年运势，其实得大概略知一二，啊，就知道。如果今年不是很好，那就不要做太大的突破，对不对？那今年如果运势很不错，可以做比较，稍微冒一点险，类似这样的概念。如果你今年明明吹到爆，你偏偏今年要开公司，不就是自己找自己麻烦吗？所以在你是 Doctor。就是要指出，我刚才讲那个字哈，其实是非常怎么样，非常传统的字，非常非常传统，三零字 digital， 因为天干地支，然后一甲子，一甲子六十，就这样算出来的嘛，啊，跟命理，所以刚才我有说这样噔噔噔算出来的时候，啊，像老师教英文20年。所以各位平常练习的分数跟练习的次数啊，我一样噔噔噔，就大概可以算出来你考试的分数，啊，大概在一个范围内，啊，不会脱离太远。哎 ，Ryan， 什么时候要再考啊？有预计吗？还是你要直接去美国了？没有，有预计吗？啊，没到。分数没到要到多少？700，啊，现在几分？600刚刚不是差20分而已，180就要多100分，那就刚刚定860嘛，金色证书啊，万一没中还有800分啊，啊，如果你一直定880，你就一直考750，这很有趣哦，哎，因为你是管那个餐饮的嘛，啊，你各分店应该有定目标吧，有吧？那请问目标会越定越低吗？当然越定越高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店长会不会 argue 说为什么我要定那么高？对，那万一没做到，有听到吗？就一样的原理嘛，那就现在是考试是用这个原理，以后在工作上还是用这个原理。那老板一定希望你每年目标定高嘛，不可能说，哎，去年我在我去顾问的公司，去年一年赚7亿。他会说没关系啊，各位老师，你来之后呢，一年赚5亿就行了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吧。但是说一年至少赚20亿最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想能不能达到，但我们容易嘛。
就上半年就十个亿，没错，上半年我习惯了，超开心的。然后因为有些突破，以前没有做的事情，现在做了，八百，对，定高一点，定高一点，860，金色证书啊，啊，说明这次就突破了啊。来，60，你请一下动，来请一下 domestic， 啊，这个动是什么呢？这个动是现在台北市政府头很痛的什么东西？去看动啊，为什么头很痛啊？因为放在那不晓得该怎么办啊。所以动啊，我们活在现在其实非常开心。为什么？你随便一个字根或单字来 Google 啊，然后查一下图片啊，请问是不是出现了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图像化很简单啊，图像化很简单啊。就自己去 Google， 然后呢，查一张图片，是纯，挑一张你喜欢的，就是你觉得你最能够立刻联想“动”这个概念的，哪一张？一二三四 ，OK 好，所以这是 Maggie 啊，是纯挑的，他觉得这个最有这种“动”半圆形 ，OK， 那。以前山顶洞的人住哪里？山洞，刚好谐音嘛。山洞嘛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洞就山洞嘛，山洞啊，家里面。那家里面变成国内 ，OK， 洞就这样。所以巨蛋啦、啊，所以这个半圆形啦、啊，好。甚至呢，还有一个字，还有一个字比较是间接。在施工，施工在风水上叫做动土煞，是哪边在施工？后面。动土煞分为几种，第一个叫阴煞，因为抠抠抠抠抠嘛，那你住另外一半你的被动就抠抠抠抠，然后会乱掉啊。第二个叫尘煞，就是会有灰尘，空气会不好，就要想办法布个阵，把它化一下。我讲是真的，不开玩笑的啊！但是不用去花很贵的钱啊，花简单很少的钱就可以做。Abdomen， 来请一下 Abdomen。好，请问 Abdomen 叫腹部，请你想一想，男生喝了很多啤酒会出现什么度？啤酒肚是不是就是 Abdomen？ 就是腹部突出，半圆形。所以你这时候不是这种摆正的半圆形。是90度的半圆形 ，OK， 啊，有啤酒肚。以前不是有首歌叫《大肚腩》啊，那你是 abdomen， 好像叫大脑上的，啊，大肚腩啊。好 ，OK， 来，所以我们把这十个字根很快的再念一次，下一节详细讲。待会先休息10分钟。第一个请念一下 decline， 啊，再来 cosmic， 再来 democracy。这个字用了2遍哦，一次是分析 demo， 一次是分析 quasi。再来，第一次是 curb， 再来 cultivate， 啊，想到农业啦。再来 bicycle， 啊 ，cycle 还有 circle 圆圈有关系。再来 democracy， 又出现啦 dexterity，因为右手是惯用手，所以手链。下面 doctor， domestic。OK， 等你 spray， 还没有签到的同学群组里面签到一下，来，全峰，谢谢。